颜子飞唔介意男友矮过自己。BOP 天堂鸟同埋颜子飞等人日前就出席电影优先场，颜子飞身形明显比之前大咗一个码，但系佢就否认肥咗，只系多咗肌肉，因为要为一部动作电影做准备。佢又笑言自己单身多年最大嘅问题就系身高，因为难揾对象。不过佢就唔介意男友比自己矮。以前都试过拍拖有矮过少少嘅男仔嘅，系啊，所以我觉得都接受到嘅。其实主要人好，对我好就得噶啦，系。同埋唔好太过大只，系啊，同我咁上下差唔多啫，系。咁你嘅身材有冇因为练大只而升级啊？其实我惊呢样嘢就系因为当你 train 嘅时候，你多咗 muscle 会少咗啲脂肪噶嘛。咁女仔 train 都系惊你可能即系应该有脂肪嘅地方而减咗，系啊。我希望暂时嚟讲我就唔觉得有减嘅，所以吓 fingers crossed， 希望佢哋唔好走啊。系啊，我好辛苦先揾翻佢哋翻嚟。